啊，咱即摆甲伫第十章啦吼，啊，咱若看第十章的时，咱就看到讲，伊咧去恢复，等于甲底下亲像咱头前即个第七章的所在，拢是迄、那个一挂咱叫做箴言吼，一挂箴言的迄、那个形式。啊，所以第十章咱甲看起来是，伊敢是真侪组吼，真侪组啊，箴言的一个特色，像咱咧读迄个箴言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组伊个。一组头会讲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佮后壁一组的主题无拄拄共款吼，啊嘛无拄拄有甚物连结性啦吼，啊，着敢若袂输遐插一个，遐插一个，遐插一个安尼吼。所以咱伫第十章，咱嘛会看到伊头仔亲像是即款的形体吼。所以会当看到伫内面有真侪无共款的主题，啊，即个主题嘛无完全相关吼，无一定有相关啦吼。啊、我看伊第十章一个开始，伊讲死的火神吼，火芳的膏吼，的膏油吼，发出臭气吼，所以一点点啊的愚公吼，也会败坏智慧甲尊严吼。智慧的人的心伫只徛正边，愚公的人的心徛倒边，而且愚公的人行路显出无知。对正人讲，伊是愚公的人。哦，这第一集甲第三集，这是一组啦，吼。那么这组呢，咱就看到伊真清楚在做这个愚公甲智慧的对比，吼、哦。愚公甲智慧的对比。啊，这个伊用什么呢？伊个愚公就那亲像一只虎神啦，吼、哦，死去的虎神。吼、哦，啊，智慧就那亲像芳的油，吼、哦，芳的油。啊，因为一只虎神，它可以伫芳的油内底，吼、哦。所以，好，这个芳的油，所以翻炒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吼，伊刚刚秘书讲，迄、那个愚公的破坏力足大呢哈。嘿，啊，咱台诶，我咱中国话嘛，一句话讲啥？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哈。啊，有当时啊，因为聪明一世都是糊涂一时，就干那这个糊涂的一时的糊涂，就变作呐，造成无到挽回局面嘛，哦，是不是？哦，嘛是有可能啦吼。啊，若好运呢，就是讲啊，着糊涂一时，搁倒转来做聪明安尼啊。哎，这是算好运的啦吼。啊，嘛有可能去管咱啊，即一时的糊涂造成无大挽回的局面。所以伫即个所在用即个譬如咧讲起，愚公在那像是四个火神所发出的臭。吼、哦，啊，智慧呢是尊严。哦，智慧是款的尊严，都是这款的尊严呢，真有可能会去予愚公给败坏去吼。啊，所以败愚公的破坏力足大吼，愚公破坏力足大。啊，智慧的人的心徛正边，愚公的人的心徛倒边哦。这倒边甲正边，这当然伫圣经内边有当时啊，正边是好的啦吼。嘿，啊，总是嘛有咧讲倒边是大边吼，但是吼，咱通常倒边是大边哈吼。无共文化的定义，无共。有的文化是倒边是大边，有的文化倒边是。无啊，迄倒边有的当时也是看你的方向，因为方向像咱两个即马方向倒边正边都啊相反啊。啊，上上个做准啊。讲话做主体迄个人做准。嗯，所以咱咧讲倒边大边做清凉嘛吼。即咱一般是即边两边，即边好平嘛，咁是吼，即边两边，即边好平。你讲安尼，伊个意思，譬如讲是以咱讲话的人诶，我是讲咱台湾的文化，咱台湾的无咱台湾文化是用我徛的位置，即边是两边，即边是好平，所以查甫徛即边，查某徛即边嘛。哦，啊，通常你伫困吼。眠床在睡吼，你若要照风水来看，要睡吼，查甫嘛爱睡一边，查某睡一边，嘿，嘿，这两边个好平。你会记咱有一届去迄个美浓无？咱迄个楼一堂隔壁一届去美浓，啊有找一个导览有无？伊就咧讲这个代志嘛吼，因为这是两边，这是好平嘛，嘿，吼、哦。比如安尼讲啊，比如我若是风风水先啦，安尼讲。啊，我要看一间庙，哦，我是风水师，啊，看一间庙，啊，你讲做清凉，又白好。爱徛伫迄个庙的
看出来的方可以。疫苗做主体还是用疫苗？疫苗做主体。对啊，就是一剂嘛，剂南剂剂北亚南嘛，剂北亚南东就是做嘛，这边东嘛，对不？啊，这边西嘛，嘿。当然是爱照迄、那个照一间厝，照这个庙寺的方位嘛，伊就是伊坐落来这个位的。所以倒边是良边，这边是好边，这一路固定的。这是台湾文化啦吼，嘿，还是讲汉文化是安尼讲啦，嘿，客人嘛是安尼，哦，客人这方面佫较重视吼。所以恁娘厝，对，这边大房，对，这大房嘿，咱大厅嘛吼。爸阿母住这边嘛，对吧？爸阿母爱住这边。哦，恁你若讲若讲无爸阿母啊，无爸阿母啊，当然兄弟大房就是伫遮，对，倒边这边啊，嘿，这边大边啊，嘿。哦，啊，剩咧较大春秋出去嘛，嘿。所以，我会记得我一届北水灾的时阵哦，啊，带学生啊去道歉吼，啊去一个去嘉东遐嘛吼，屏东嘉东遐无用个足厉害吼，啊就为了道歉啊，就看到啥，哎、欸、吼去差不多无人咧指挥啦，无人咧指挥，你若去吼，啊看倒位吼有工课通做，啊即个志工就做我去做，啊我即个拄啊去入去伫一间迄、那个一间三合院吼，啊物件迄内底物件拗住啊，来眠床啥物货拢爱搬出来，烫树啥物拢浸甲拢浸啊，啊就爱清迄房间嘛吼。阮就去穿一间房间，伫倒平的村手，吼、哦，遐一间房。啊，伊就咱以前的房就是从开头前就是走道嘛，吼、哦。伊一间接落来走道接嘛，啊，即马这边通铺用迄个房啊垫起来，啊，即规个通铺就垫起啊。啊，我阿爷即个现在讲，哦，啊，即学生啊拢讲，哦，即袂歹呢，吼，即房间真大间啊呢，吼、哦，啊，确实袂细间啦，吼、哦。啊！我甲问讲，你敢知影即一间爱带几个人？古早迄一间爱带几个人？一户啦。所以讲大房、二房、三房，迄就是一房一房尔啦。了白啦。一层安尼怎啊？对啊，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啊，就一个双铺啊，迄个老爸、老母、囡仔，规拢困伫顶面嘛，迄就是真正叫做一房嘛。哦，伊讲哦，这袂歹哦，住这袂歹，房间真大间，你敢知这一间爱住几个？哦，安尼无大想象哦，咱即摆说少年囡仔无大想象哦，诶，啊，叫做一房一房嘛吼，诶，啊，所以伊在讲倒边甲正边吼，到底正边是好的边，还是倒边是好的边？这无共文化，无共款来讲法啦吼，诶，好，啊。那是对犹太人来讲，正边是好边，哦，所以耶稣上天坐伫上帝的大边，就是正边，哦，这是对因来讲是一边。啊，所以那对汉文化来讲，安怎？这边不是大边呢？这边才是大边呢？哦，皇帝这边才是大边嘛？哦，所以是无同款的文化哦。啊，那对英语来讲嘛是呢，吼，英语吼。英语世界来讲，这边叫什么边？正确的边。这边呢？春落来。这边是正确的，这边是春落来。敢是？Left 就是春落来啊。哦，啊，所以这边才是正的，啊，这边是咩？春落来。哦，啊，都有两边无啊多，只有这边叫做春落来，这边才是大的，正边吼。嗯。出门一个。诶，课外题啦吼，迄个啥那世界有左驾右驾，车还是火车，有迄个开倒手的，开正手的，迄是。我唔知影，嘿，啊，毋过知影英国甲日本是，因系统，英国的系统甲日本的系统是左驾嘛。所以所有英国的殖民地拢是左驾嘛。甲今仔日马来西亚遐、印尼遐左驾，嘿，拢倒边嘛。诶。右驾啊。日本不是右，日本左驾，右驾，右驾，伊要右驾是靠左啦，嘿，右驾是咱讲迄个，哎，即摆咧讲，我说是右左，系啦，所以你若讲听讲咱即摆台湾咧驾照吼，去日本唔免阁换国际驾照，去台湾驾照去就会当直接驶啦，啊，所以吼，你若去日本吼，看到车咧转弯的时吼，
无拍风向，顶是拍雨劈个，迄拢台湾的。啊，唔对机啊！哎，唔对兵嘛，啊奇怪嘛，嘿，啊吼，那这本源的是你讲的，你讲哦，你也要知影，伫日本吼，台湾人赛车是啥物样吼？就是讲看伊咧本源的是吼，方向灯拢无拍，后边啊，国国拍，一定是台湾的去的啦。就像咱台湾的铁路，赛道边的，因为日本系统啊，哎，日本系统的啊，哎，我还袂去美国之前，我拢抓准讲开车爱赛道边。啊，去遐美国发展，讲哎，人美国火车赛正平，哎，啊因为吼，伊即马即个系统设落去了，你改袂过啦。未改哩。吼、哦，你走倒平的吼、哦，系统走，啊，咱的高铁嘛，日本系统的。对。吼、哦，咱尾啊啦，吼尾啊，伊的机电拢是用日本系统的嘛，啊，所以日本系统，所以咱高铁嘛走倒平。嗯。啊，你若美国系统就走正平。我有印象啦，吼，他坐迄个左驾右驾，迄我印象是唔知对唔对啦，我看过讲是帝国坐甲总统坐，帝国坐是左驾，无啦，你水电水电迄嘛拢帝国坐啊，系啊，迄嘛是帝国坐啊，啊法国古早嘛是帝国啊，系啊，伊古早嘛是拢皇帝啊，啊古早过一个唔是皇帝。美国的皇帝，所以美国美国有一段时间，美国有一段时间，英国在管的时候嘛是帝国的殖民地啊，对吧？那是尾啊独立起来，噶不是的嘛。无啦，迄个总统制甲迄个帝制无啥物关系吧？对，德国嘛是帝制啊。德国台湾同款啊。系啊，啊所以奇怪吼，德国其实是日本在模仿的对象呢。日本其实足爱模仿。德国呢，因足侪学，因足侪学生是送去德国学习的呢，都是因那无去学着赛车兵啊，变做赛道兵，我都唔知道。我说上厉害的是香港人，伫香港靠左边走，伊赛车载人摕入去大陆个靠右边，安尼哦，随时改过，有够厉害。啊，伊还都路免改哦，无改，哎，也是咧赛，哎呀，唔是讲去改遐很多路当。不原来那边原来是现在后面应该是韩都路要做活动的可以拔起来再倒过去不原来是这样很厉害我要坐到他的车里面我够厉害香港澳门走靠左边你们在这个靠右边我听哥他们在日本在读书的时候啊，有当时要搬厝嘛吼，啊嘛是去租迄拖拉机来家己驶，我就甲问讲，啊你安尼去遐驶，敢有法度驶的，敢会怪怪安尼啦？伊讲别呢，你个去里了惯势，就是对车顶走安尼啦吼，你就你对车顶来走，啊怪怪，啊吼，总是吼有足趣味的。日本人吼，其实日本人嘛足爱驶进口车，因日本车算袂歹吼，总是迄进口车吼，迄是变做一款地位。甲财富的上顶呢，吼啊！进口车吼，你若想讲伫美国去看咧进口车入去，伊也袂讲为着要消费日本，所以拢甲你韩道路专门做韩道路哩正平的，无呢？伊嘛是吼韩道路倒平，啊伊嘛是爱照安尼驶，嘿，韩道路倒平啊嘛驶倒平安尼咧，嘿啊总是我话问讲，啊是安那因那边安尼，敢毋是足歹驶吗？吼，伊讲迄好驶歹驶别问题。嘿吼，晒出去的人就知影咱晒这是进口的。哈是你，那是你，那象征上顶伊的地位。上顶啦，嘿，嘿啦，还是阮上顶啦，嘿。我冇靠左边的驾照，靠右边的驾照。安尼哦。嗯。我有四本驾照。一张马来西亚的。我你驾照比护照较济。马来西亚的、美国的，啊个加拿大的。哦。台湾的都是叫驾照，哦，驾照比护照较侪，较侪本。好，咱转来经文哦。伫犹太人因的观念内底，正平这是好平吼，啊倒平是歹平啦吼，较细，啊是讲大较细，啊是讲善良甲邪恶，啊是讲比肩吼。这款的迄个诶对比啦吼，所以智慧是高贵的，有敢是吼？
啊，都这地位嘛，那当然爱讲地位是够贵的嘛，吼、哦。嘿，啊，都是那那是那不是地位文学的事哈。那就像迄、那个，那像中国的这款的哲学思想，伊就甲你讲啦，大智的安怎？若愚哈，讲上界大的地位就是讲看起来戆戆的啦，吼、哦。嘿，假戆的迄款来讲上厉害啦，咁是哈。哦啊，讲是扮猪吃老虎，哈，啊，所以伊这个所在都是因这犹太人地理文学吼，无亲像中国人遮尼啊讲巧吼，诶，中国人的哲学较讲巧吼，伊会甲你讲大智爱安怎若愚啊，嗯，啊，总是伊咧愚公的人，就是较歹逼真的吼，而且愚公的人走路都显出无依无知。对正人讲，伊是愚妄的。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迄戆人看袂掉啦，人会戆看袂掉，吼、哦，真正戆的讲看袂掉啦，吼、哦。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真古锥吼，其实头壳足好个啦，吼、哦。嘿，啊，当时吼，迄嘛一个台南人，啊，伊个胖胖啊，安尼吼，啊，人叫伊大虎，大虎，大虎安尼吼。啊，学生人来叫嘛，啊，有人甲叫伊大裤带啊，吼，甲讲你大裤带，大裤带安尼吼。伊讲吼，都唔免叫带，吼，伊讲都叫大裤的，都唔免带，迄大裤都一定带，免讲人就知。哎、欸，我说，所以对伊的身材嘛是，伊嘲讽一下，欸、自嘲是的，对对对。嗯、我那个同学的情商算真高啦，嘿 ，IQ 算真好，啊，伊 IQ 嘛足高，嘿，其实，哦，啊，伊这是讲啦，戆人看袂掉，人的愚公吼无法度稳重，吼、哦，迄人呆看面就知，吼、哦，啊，总是就是讲。这款的愚公，伊的伫伊的行为内底表现出来吼，你要暗看嘛，暗看无路得来啦吼。啊，所以伊即个所在第十章的第一节甲第三节，伊伫遐来咧讲起这款愚公甲智慧的对比，啊，伫讲起愚公的逼真，智慧的高贵吼，啊，嘛咧讲起这个愚公是无法度稳重的吼，啊，总是伊嘛伫讲起吼。愚公真有可能会破坏智慧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就是讲伊会食做智慧的破坏吼。过落去，咱就看到伊第四节吼，就咧讲起甲着官兵的问题吼，咧讲起甲着啊，要安怎去面对这个将官的问题啦吼。伊讲将官的心，若妄力发受去，唔通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会当免大的过患，所以伊讲唔通离开你的本位的意思，就是讲你唔好逃避你的责任啦，吼，唔好逃避你的责任吼，爱用冷静的态度来面对这款官吏者的受气，吼，官吏者的受气。换句话来讲呢，伊是讲吼，当你若面对这款受气的人的时阵吼，你爱用温和的态度啊呐。啊，用坚定的、温和的方式，用坚定的态度，吼，继续徛在你的位置的顶面，吼。啊，因为啊，你无去甲伊正面来抵挡，安尼你安怎，你就唔免去抵到大的过患，吼。意思就是，面对这个大的权力者、强的权力者，唔是你有法度去抵挡的时阵呢，你嘛唔好去做这款戆的代志，吼，唔好去做这款。咱个做啥物？叫做以卵击石吼，还是讲螳臂挡车即款的做法吼？伊嘛看免咱唔好去做即个代志吼。啊，即拿用个讲，用中国话来讲，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吼，嘿。啊，总是若大家拢遮尼识时务的时阵吼，即、這个世界唔是拢永远拢互即个强的得压，敢是安尼？那大家拢真正这样识时务的时阵啊，哦，啊，这世界要改变足困难的呢，哦。我说，迄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叫生物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讲一个群体内底，其实伊的
为着迄个群体的生存，所以这个群体，准讲一百只动物，还是一百个人，其实伊一百个人的生物的多样性，伊会伫这个群体内底无同个行为产生出来，而且总是有一项，一百个人内底假设讲有，好啊，讲五个类型的行为啦吼，总是。会集中有这种的成功，所以就部分人会生存下来，所以变作是主人内底会产生一种一个生物多样性。总是伊这个所在，你甲你讲，你若是聪明有智慧，你唔去甲迄个掌管的安那，去甲硬拄啊。对，所以这是生存。部分人会采用这个策略嘛，啊嘛部分人对。看时机，时机会变改变啦。啊，印度人都变袂过啦。台湾人甲中国人上后变的。安尼哦。哎，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讲：做鸡爱请，做人爱变，对不？对。敢是？是啊，印度人变袂过啊。啊，印度人因的迄个宗教，甲因约束掉嘞。印度教。甲因约束掉嘞。我都变袂过。过门个死人都，伊所有代代拢过门个。做迄只，家属都做迄只，永无翻身啊！无，唔是因，是讲永无翻身。这是差很多。第一，无伊迄个宗教，伊宗教伊无鼓励你去做这款代志。袂当超越过。嘿，袂使嘿，因为你这世人是前世人的结果嘛，吼轮回结果嘛，所以你袂使去甲改变，迄是经过公平的轮回机制去甲你做出来，是无？所以你袂使甲改，毋是改袂过，袂使改。无啊，无啊，你无啊，我啦，无准咱改啦。你要改嘛，改袂过。你环境无准你改，我对印度就熟啊。啊，若对掌管者拢爱用一款态度的时阵，啊，这个世界就是永远安尼嘛。哦，啊，毋着爱加在学遐个戆人，吼，是毋是？所以这款戆人是算智慧的，还是算愚戆的？戆啊！所以林奇雄到底是算功的啊，算地位的。应该是算功的。功吼，功家呢，爸啊，老母甲查某囝去用太太死吼。应该是算功的。算功的咧。而且纯粹来家庭地的。哦。拢有啦，啊，世间哪有功的，有识的啦，拢有啦。聪明的甲有功的拢有啦。安尼呢？袂得，大家拢聪明啦。我所以吼，迄个这无定论啦吼，但是就是讲，圣经是毋是予咱一个提示啦吼？就是讲，咱咧看一个代志、看一个人的时阵，伊的标准是，伊予咱一个空间，就是讲，咱会当人的观察的。观点甲位置有可能是伊会变动的，所以保持迄个弹性，并无讲真绝对去予咱，圣经提示咱莫用绝对的态度去看一个代志。我古来看吼，第四节咱搁读一届吼，讲掌管的心，若往你发受去，毋通离开你的位。迄、那个位是咧指啥？现出世的所在，伫遐，大家。迄个位是咧讲你的社会地位，还是咧讲你的立场？应该立场啦，应该立场。我若安尼啦，唔通离开你的立场，安尼林义雄算无离开伊的立场啊吼。
无，还是讲对啦，还是讲无，即、這个伊种唔通离开伊个你个位，即、這个位置是咧指即个社会地位，就是讲哦，我即马就是你唔通超超，你若咱即马若讲即个位置是用社会地位来做一个解说的时阵，你即个掌管者，你受气的时阵，你就爱那就讲爱顺服嘛，因为你本来你个位置就是伫顺服的位置嘛，对不？所以你唔好无顺服。哦，啊，另外一个是讲，这个位置呐，是讲你的立场的时阵，意思就是讲，当掌管者来，掌管者当你受气的时候，你嘛无改变你的立场，安尼对不？所以这个解说是没有两种可能性。所以用迄个，这是用最近较，你心科挂问题的案啦，哦，又用过来，迄个。都发局长嘛，都发局长、副市长嘛，哦，啊，伊个过程中嘛有人坚持伫顶向换掉，对吧？啊，嘛迄个听伊话的，都红眼光，有坚持伫顶向换走的，啊，有迄个听伊话老嘞，这继续做官，哎，啊，老嘞进嘛是开始向眼光，准备红眼光，嘿，啊，所以，这嘛是。所以你感觉第四集咧讲是咧讲啥？是咧讲立场，还是咧讲伊个社会地位？我想应该是立场啊。立场咧。我比如讲，伊若讲社会地位，即位副市长嘛是哪流水的，迄位常常，迄个椅啊，偏偏迄个椅啊嘛是一个去咧坐嘛。嗯，啊，你若去读起甲上尾迄句咧？上尾对一个。因为柔和会当免大的过患。啊，是矛盾嘛？你是讲的，是矛盾嘛？啊，无错，我咧想伊，你讲柔和吼，我甲解说做讲伊是，伊表现家己的态度啦。嗯。哦，迄个对人会歹歹叫啦，啊会讲。态度做歹，迄种人吼，通常，较袂得人和嘛，无一定对啦吼，但是至少伊伫人际关系迄个。你是讲像黄国昌咧咆哮的吼？嗯，系啊。无咧啊！你像林奇雄安尼吼，伊嘛是足坚定啊，足安静吼，啊，伊人和嘛无介好，又是。吼、哦，林义雄其实伫当代任何无介好啦，是安那无介好，因为你若要教育方式吼，其实大家拢无理路啦，对吧？最清无鱼。嘿啦，嘿阿辉伯阿讲诶，讲最清掠无鱼，浑水好摸鱼哈。吼、嗯，咁是吼。哦，啊你像伊安尼就是安尼坚，就是用真安静的方式咧坚持伊的立场嘛吼，伊嘛无甲你碰碰球啊。伊嘛袂出来，甲你话大细声嘛袂啊，伊都安静伫遐，吼、哦、啊苦行，吼、哦、吼，我咱是人伊是嘛捌一届伊讲缓和式，缓和苦行，来甲台南我嘛去对伊行咧，啊台南咧行吼，因个志工足严个哦，你若要对伊个队伍安尼行，嘴拢袂使出声哦，你袂使甲隔壁啊呾袂使哦，嘿，啊你若要伫即个队伍内底做伙行。你就点点，拢总袂使出声，安静对你行咧。啊，就算伊即款咧，算足典范咧，即款咧，诶，即款迄个社会改革者嘛吼，啊，总是问题是伊个人和嘛，不讲就伊只红足红尊敬的，总是打工人和，那无算恶来，你知影啦？对呀，无理咯啦。哦，啊，没有好处，对了，没有好处了，没有油水。就我是一个听来的一段话啦，讲、哦，民进党当初小龙捌去韩国文龙食过饭，嗯，啊，柯文龙嘛拢真慷慨，拢会寄付，嗯，啊，迄个林明宏嘛去食过饭，嗯，啊，迄个柯文龙比较寄付，讲免啦免啦，哎，我听来。啊你若去，你若像讲去丹顶南的迄、那个，即马三星遐有一个丹顶南的纪念馆嘛吼，丹顶南纪念馆，
但你看看我的背景我也关于马克背景的是 T-shirt 的黑的马克背你的下顾为是但你还没为和跟你想已经比起来跟你讨人喜欢跟受人尊敬之间以宁愿讨受人尊敬啦一波被红波被好狼来欢喜波被好狼得点欢喜啦所以讨人喜欢以跟受人尊敬以及被酸得受人尊敬这是丹顶人，所以丹顶人真好嘛？之外呢，哦，演员做袂着当主持，哦，连第二遍佫等于选馆长嘛，选袂着。因为大家拢知影，讲这哪个好等来做馆长吼，扒在县政府旁边，迄、那个县政府迄个大鼎扒伫边啊，咧食肉遐人拢无通食，对吧？哦，啊，所以这句话到底，这句话到底要安怎解释啊？是咧叫你讲哦，你面对强权的时，你唔好去加低登，还是讲你面对强权的时，爱坚持你的立场？总是你的坚持立场的时，你唔是用这款，唔是用这款安尼抵抗的方式，哦，你那亲像你讲的吼，那是咱即摆国公家迄个。柯文哲的诶，即个官员有过来的吼，总辞官嘛吼，就是不爱，就是不爱做，诶，不爱做，遐人都免去大患的吼，呵呵，是，吼，伊也毋是讲起来甲伊吵嘛吼，啊嘛毋是说，总是你着看着伊安尼做，坚持立场，伊然啊，伊毋免去还，毋免去得到即个大诶灾难嘛，吼，嘿，啊，所以这，这有当时啊吼，即款地位本身也是讲死吼，较。困难的所在就是吼，伊你对这边个解说嘛会通，对那边解说嘛会通吼，啊，就看咱家己想要甲即句话甲解说做安怎吼，啊，这就无啥物所谓的标准答案了吼。第五再讲，我看见一光下面有一项灾难，敢那是出自掌管者的错误，就是愚公的人徛伫官位。富足的人坐伫低位，我看过罗卜骑马，王子亲像罗诶多才伫地面来行。哦，你有看到第五节甲第七节咧讲起讲着权力，吼、哦，啊，当这个权力拿去迄位置去要错误去的时阵啦，吼，位置错误去的时阵，这是一个灾难。吼、哦，愚公的人徛伫权的位。富足的人确实行真真侪，吼、哦，伫低的所在，吼、哦，罗卜骑马，王子反转伫地面上咧行，吼、哦，就讲即个权力去互托唔对的人去掌握着权力的时阵，这是一个大的灾难，吼、哦，大的灾难。所以权力袂使伫迄款啦，袂使伫迄款唔对的人的手里啦，吼、哦，啊，这是。啊！伫咱今仔日个世界内底来讲，你如果投错票的话，吼，嘿，票去投了票唔对去的时阵，那就作假啦嘞，吼，是不是？好，啊，美国要投票了嘛，吼，嘿，听讲伫即款基督教较保守的福音主义的教会支持的下面，川普的声势算真悬哦，吼，川普的声势算真悬，嘿，啊，基督徒即个保守的福音主义呢？哎，就爱川普，哎，哦，哎，对川普非常的支持啦，吼，哎，啊，这款的教会其实，咱叫做福音主义的教会，伫美国即马算上界大众，吼，上流行的啦，吼，福音主义这种上流行的，所以伊的影响力嘛相当的大，哦，啊，是讲一个像川普这款的人来。掌握到全世界上界有权力的一个职位的时阵吼，啊，这唔知敢是灾难，都是对真侪美国人来讲吼，应该要感觉讲安怎，这是一个好的迄个吼，好让美国再度伟大吼，美国敢那很久没有伟大一款嘿，啊，其实美国嘛是要迄个呢，我想想来讲吼，全世界无一个像美国这款国家吼。
伊就甲金票印印嘞吼，啊，甲你所有资源，诶，甲你所有资源拢买去因遐用吼，对吧？吼，啊，即嘛钱拢走去恁兜啊，伊即嘛这个印嘞，我一张叫做公债，吼，叫做债券，债券，债券，哎，债券哦，再去甲你美金拢换换转来吼，那是，吼，啊，即嘛过来，美国欠你出侪钱吼，你敢敢好倒？哎、欸，你唔敢好倒呢？吼、哦，我大家人吼。哎，等那亲像讲，你若甲银行借几百万吼，你甲欠少的时，银行甲你，银行惊你走，嘿，甲你就甲要害去。啊，你若欠几百亿的时咧，你若甲借几百亿的时咧，换银行嘿，换银行足惊你倒去啊，咧，敢是吼？所以美国其实足早就足伟大啦，伊免讲啥吼，伊敢若用这款金融的体系吼，伊的国家就足伟大啊吼，伟大到无全世界各国，想讲你中国甲美国无拢不是咧强有无？啊，其实是世界，这个世界上个惊美国的经济去要拍落的是中国呢。嘿，因为中国是迄个美国上个大的债主，嘿，伊个工资伊要上济嘛吼，嘿，啊所以哈，那、啊、所以因咧有当时啊拢在表演，你知道无？吼、哦，在表演迄个外交啊，底下骂来骂去，迄其实拢在表演啊，甲咱台湾的立法院同款吼。诶，国民党甲民进党吼，啊，就伫遐吃咧，啊，表演了吼，诶，暗时大家嘛会当做伙去酒家啉酒呢，吼，感谢安尼吼，嗯，那所以吼，这伊讲，这个权力伫唔对的人的手，造成这个权力的彻底吼，这款的经营，伊讲这是这个世间内底一项真大的灾难。吼，这是一项真大的灾难吼。啊，确实啦吼，拢是这款的情形嘛，真常出现啦吼，真常出现吼，拢是吼啊，即马即北韩，咱即金小胖吼，已经甲兵派去甲乌克兰啦吼，即吼出一个这款的，咱嘛是真吃咱的吼。结果苏联的兵看了北韩的吼，嗯，干嘛讲愚蠢的中国人？啊，这啊，真正，真正真害呢吼。所以乌克兰战争要耍，我那不要怪，嗯，有当真算的吼。啊，川普的政见是讲，伊若起来做总统，伊要停止这个战争啦吼，伊要设法停止这个战争吼。啊，贺锦丽的政见是讲吼，伊若当选的时，伊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啦吼。你继续支持乌克兰，啊！你敢知影这款战争的停止吼？停止战争这吼，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讲法的吼。啊，北越甲南越有无？到尾有签一个和平的协定嘛？吼，就是吼，伫美国的作用下面签到一个协定，啊，签协定一个签了就安那，美国就撤兵吼。啊，就换什么？哦，北越就规个攻入去了嘛，对无吼？啊，所以就越南就统一南吼，咁是安尼吼。啊，这嘛是停止战争吼，吼、哦、啊，停止战争吼，佫予甚物人？诶、欸，敢那是甚物人去斡旋这个战争？吼、哦，是卡特吼、哦。卡特哦，敢那是卡特哦。哦，啊，卡特的。卡特到尾以为安尼有去得到和平奖呢，吼、哦，敢是？啊，所以迄个诺贝尔和平奖嘛，啊，就讲即款叫做停止战争即个物件，这是国际政治内底，这是足吊诡一项物件啦，吼、哦。嘿，伊就甲你讲要停止战争，伊嘛不甲你讲用甚物款的方式来停止战争嘛，吼、哦。嘿，当然啦、啊，哇！南越甲北越的问题吼，唔是干那一个讲美国甲伊放手遐尼简单啦吼，因为南越确实是一个足腐败的政权嘛吼，迄越南的南越这边吼，嘿，我伫那里啊，哦你嘛伫啊，你敢有？你无歪掉啦？你无到歪掉？我伫啊，我伫啊，你伊南越前沿，事实的是。美军含北越的人咧拍，嗯，越南人含美军咧拍，
啊，伊啊，像这地区，今仔日下暗，这个地区，这个八卦的人要来拍这地区，伊会甲头盔讲，甲这个公司头讲，啊，你今仔要到遮，下暗要拍，准备开战。哦。啊，只百姓所有先收开，收开，啊，拍美军。哦。我唔知遐是安尼。啊，我知影迄当时南北的政府是规个外国外国啊，足厉害。严重的外国，我招到呀。嗯，你有哪有贪官呢？有贪，我喺外攀牌。安尼哦，有就去请一个人，叫九个、八个人，甲伊准时十个人，就是多。十人边啊，佫坐十个越南，迄个越南小姐，十个后边佫徛十个，请我一个人一多。有特别请你的对啊，摆个桌啊。我一排场听多咧吼，啊，食八个菜，食四点钟。嗯。迄当时啊，娶个媳妇开个大平头，一万外块尔。嗯。迄次都无一万外块啦。因为台湾现在咧请人娶媳妇咧请多钱的费用，我一礼拜食一道。嗯。看我表面，足上本。啊，南北政府摆啦，迄个时阵南北政府摆，当然。啊，当然，迄个是。那我做腐败贪污啊，做严重。嘿啊，迄个官贪污啊，做厉害。美国的礼拜拢直直咧扔钱来滴。拢是分了的吼。啊，拢换黄金，天出去啊，黄金无，厝创个买卖，黄金啊，细砖啊，旁内底个卖起来。哈哈哈。厝内底拢拢藏黄金。真好啊。甲国民党要走离开中，要互赶出中国之前，迄个情形差不多啦。大家拢伫遐咧为钱尔嘛。我参加有钓个。所以伊直接讲吼，即款个权力伫唔钓个人个手，诶所造成个灾难是非常非常个大吼，嘿，非常非常个大。都是伊用即款个例吼，讲王子啦、赌博啦、骑马啦、富足啦，即款个人吼，即伫圣经个内面，特别是圣地文学个中间吼。这款的位置的交换，还是讲这款的强甲弱中间的变化吼，这是伫圣经文学内底反正是迄款叫做上帝的拯救来临的记号呢。吼，所以伫无共文学的中间，虽然类似的文字，总是伊的意义完全无共款吼。比如讲，你若看诗篇113篇的第7节甲第10节的时阵吼，伊就讲伊对。真爱的中间鼓起宋向人，对粪扫堆的中间来提拔迄个欠缺的人，互因甲王子同齐，就是甲本国的王子同齐，伊互未生育的妇人人安然徛起伫厝里，真做侪侪囝的欢喜的老母。好，伊即个伊。咱若看这个诗篇的这篇，也是讲伫以赛亚书内底咧讲起上帝的拯救的时阵啊啦，都是讲起这款的迄个好业善啊，有关的甲受压制的迄个位置啊啦，交换等倒变的吼，这是先伫文学内底拢是安尼，包括伫新约的所在路加嘛是安尼的吼，迄官位的上帝要入伊的位吼，对无？卑贱的要甲伊升最高，富足的要互伊空空倒转去，是不是？吼、哦。也是讲，家己迄个罗加福姆斯的迄个塞边羊保训的时阵吼，平原保训，即边羊保训的时，伊咧讲起啥，富足的人有灾的，丧乡的人有福气，对不？喜乐的人有灾的，喜笑的人有灾的，哀哭的人有福气，夭折的人有灾的，八九夭折的人有福气，八九的人有灾的，等等这的，吼、哦，所以。伊即款无同款的文学的表达的方式吼，完全无同款吼。伫圣经文学反正会将即个看作是啥物？看作是上帝的救恩的来临。总是伫咱今日所读的传道书的中间，伊确实甲即个看作是啥物？一光的下面一项真大的灾难吼，一项真大的灾难啊！这完全是无同款的文学所要表达的方式嘛，无同款啦吼。到伫第8节吼。第8节甲第11节这3节的中间呢吼，第14节的中间吼，伊有举出，伊有列出真侪工课吼，啊，甲伊所有可能带来的这个危险啦吼，
所以咱若看伫第八章讲，乌含起个家己跋落伫内面吼，拆墙的吼，拆墙的煞去互蛇咬着吼，啊，插石头的受着损伤，啊，破柴的也要拄着危险。铁器若钝，若无将这个甲拨好来，就要搁开费较侪开来。总是得到智慧的指教，就得到好处。哦，也未惊法术以前去予蛇，若蛇若咬人，以后所行的法术也是无利益。哦，哎，直接咧讲起吼，有足济吼。爱注意的所在，就是逐项工作有伊的危险性吼，有一个危险性。不过确实吼，咱看袂出来讲，即第八十到第十一十即四十的中间，伊到底想要表达啥啦吼？咱看袂出来，伊想要表达啥？伊只不过是讲吼，总是咱看出来就是讲，智慧会当帮助人来确保你工作的成果。吼，互你减少伊个危险，吼，减少伊减低伊危险。所以伊一个开始讲危险起个吼，家己嘛会落到伊条件咯。拆墙个吼，会去予蛇咬着吼。啊，当然即款墙可能毋是咱即款阿门陀墙啦吼，咱即阿门陀墙要比蛇较困难啦吼。诶，较早来迄款石头啊墙吼，诶，即比蛇着较济吼。嗯，嘿，这个比蛇较济吼。嘿，啊，讲伊讲你拆墙个时阵吼，有可能啊啦。伫无拍算的中间蛇，你甲嘿，你甲惊着蛇，蛇怎啊啦？出来就甲你咬着嘛吼嘛，拢有迄个可能性吼。哦，啊，插石头的吼，嘛有可能去伤着家己呢吼。破柴的呢吼，嘛会拄着危险。所以呢，伊直接来说来讲哦，你若是有器具，若无予伊来吼，就是讲这个器具若无予伊好用吼，还是讲予伊好用的时阵，确实。啊，你会拄到爱用搁较侪气力，啊，拄达到搁较歹的效果啦吼。那智慧的路用就是伫即个所在，吼，智慧的路用就那亲像一支刀吼，你有家己磨好来，然后会当做真好的使用。特别在伊讲的就是吼，你捌看过人迄电影吼，还是讲迄个卡通影片内底，伫迄个中东的所在有拢在分达拉在人蛇的无？有啊。吼、哦，分达拉人蛇迄啦吼，伊、哦、这意思是讲啥呢？意思是讲吼，伫分达拉人蛇吼，你若袂前袂，就先去予蛇咬着，你佫安怎人吼，人拢无咧甲你信道啦，是不是？哈、哦，即句话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伫人蛇吼，你伫人蛇着爱保证安怎？你无先去予蛇咬着，你人吼，伫人蛇的人大声蛇就出来甲你咬着吼，啊，你后壁佫安怎人吼？人拢感觉你无效啊，吼，还是无路用吼。啊，这就是吼，爱避免这款的危险的、危险的这款的必要性吼。啊，无吼，你若让伊个危险发生，你的成果拢将泡汤吼，就是讲你到迄个成果无法度确保吼。无论你偌年啊认真在工作吼，迄个成果拢无法度确保哈。啊，所以智慧是会当帮助人去确保迄个成果。吼、哦，你使用的工具也好，吼你所使用的，吼你所的记忆的也好，吼，会当防止这款的迄款的危险来发生，提高予你的迄落吼。确实嘞吼，你也想讲这有阵时啊吼，你想讲咱咧做工课吼，啊是讲伫工地你做生意，啊是讲伫迄个做建筑的吼。哎，未堪你发生一件意外吼，你发生一件意外，可能你赚的拢假赚的，哎，啊，事实是安尼啦吼。啊，到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三节的中间吼，伊就搁开始搁甲话吼，这个话题囥甲伫这个话吼，讲的话这款的诶所带来的危险性吼，得强调这个话语啦吼。智慧人的嘴会讲出稳定的话，愚妄的人的嘴吞袂家己。伊嘴中的言语起头是愚妄，伊话的落尾也是奸恶的，奸恶吼，也是讲的讲谬。愚妄的人坐愚言，人却唔知将来有甚物代志，伊身后的代志。甚物人会当甲伊讲呢？吼，
咱台湾话毛一句话讲啦，讲歹鬼搞字对吧？啊，歹人搞言语吼，诶，这台湾伫台湾古早的俗语嘛吼。啊，意思就讲啦，讲话莫讲上济吼，诶，讲戆人讲济话吼，无啥物利益吼，无啥物利益吼。啊，总是到底要哪听出来讲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是戆话还是有智慧的话咧？哎，黄国昌讲的话到底是算戆话还是智慧的话？我即几日啊，伫伫迄个 FB 下面的小草咧写单。你写伤严呢？不，我感觉趣味趣味啦吼，因为甲人伊拢会作生气嘛。哎呀，然后甲人个人个。你即下无小粉红糖，人拢去人小草。啊，知最近都当个小草啊。哦。我係觀察講因嘅情緒上，你睇下放唔到我手嚟。我係去上面去觀察因呢種情緒嘅變化啦，吼！啊，因陣當然我個人嘅人嘛，吼！啊，人講，講柯文哲攏是你，攏是你嘅加害嘅，對啊。嗯。啊，因嘅對因嘅想法，因嘅表現就是講柯文哲呢，攏是你嘅加害。其实即马即个所以小草的情绪反应，甲迄阵当时阿扁红掠去的时阵，迄、那个绿色的转变的反应，差不多大同小异咧。对，简单的当关键。吼、哦，大同小异嘛吼。好、哦，所以咱也无比较高级啦。还是今仔日掠到柯文哲的吼，所以咱探爽的安尼尔。啊，即马是讲吼，迄、那个汪小林讲的话是智慧的话啊，愚公的话哈。哎，哪个朴树呢？哎，工厂。啊。工厂，工厂。可以消防，不用遵守宪法。对啦，用伊讲可以不用遵守宪法。不用遵守宪法。嗯。按个最大法官。不，应当啦，应当。罗金曼啦，罗金曼。罗金曼。嘿。无啊，这法学朴树在讲的法律，这到底是愚公的话啊，智慧的话啊？啊！所以伊若比较柯文哲这个动作，你讲比较看这个个案，还是通案？嗯。哦，伊若讲哦，这伊若讲通案哦，你迄个如果是一个无好无适当的法，恶法不用遵循，这嘛是有一种是恶法不用遵循。恶法不用遵循啊！但是还是。你若讲一个原则，二法不用遵循，哦，啊，这是通案，啊，通案的通案嘛，吼，就是讲。无，主要是讲什么人决定迄个法是二法还是好，唔是二法？对啊，这较去讨论嘛。嗯。啊，伊若是讲，啊，柯文哲来讲关于一定是你个加撇开的。嗯。伊就是针对这个案来讲。嗯。我刚刚就无适用。嗯。伊去贪污，郑文灿宏关，这是绿色内斗嘛吼？诶、欸，那是那邱文宏关，那是绿色破坏嘛吼？那是绿色恐怖啊。嗯，对啦，因反正伊啦，小草。无，主要是讲智慧的话，甲愚公的话，迄、那个中间的分界是不对。小草感觉现在人讲个足对啊，足有智慧啊，对不？啊，对咱来讲听袂落啊，挂袂落啊！这到底中体的分界到底是谁？是没有做智慧，是没有做愚公的呀、啊？我想我家己啦，吼，去想讲迄句话适用性，适用的对象，嗯，加时机，嗯，爱考虑这嘛，嗯。哦，伊若无甲这考虑的，伊甲讲即句话，要一百分的实验，老实讲，这对象无同，时机无同，咁一定会适用这来打三样。我这个问题是，对甲唔对，是介在你徛伫心看的立场在做判断啊。智慧也是愚妄，通常嘛是徛伫你家己的立场，你徛伫你的立场在判断，这是愚妄还是智慧啊？嗯，对吧？所以。
刚才我感觉是，电脑那条线是一个真真固定的，伊当时是因为是，我讲伊是流动性，伊是所以妙禅到底是一个智慧的人还是？妙禅到底是一个智慧的人还是愚风的人？我说伊那是伫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对某一个人，迄个时阵做一个表演，有可能迄个时阵，迄个看到的人，哦，这是大智慧，这是神通，好可怜。但是是伫迄个时阵对迄个人来讲，不爱有一群人在甲对啊。啊，一大阵的呢，啊，佫毋是对的人，佫足济，拢毋是迄个假教育水准的呢。当局者迷啊！所以智慧甲愚公到底是迄个分界伫倒位啦？个人的认定无共款的时，个认定无共款。是喏，嗯。迄个智慧甲愚公是合作的，是无相款的理念的人去判断。安尼。啊，敢无一个较差不多一出来的标准，刚好咱来做一个判断吗？所以大家拢是照家己的立场咧判断。对，无安尼。啊，若是敢无迄款一个智慧者，会当家己自我来反省，讲我到底我这个立场是好啊，无好？迄、那个地域家应该会使，嗯，啊，但是伊嘛是会回来讲，咱方才所进前咧讲的，迄个地域家伊嘛是一个有限的人，嗯，伊个地域的适应性嘛是伫个相当的范围内底啊，伊嘛无可能达到一种全面100%的适应迄种范。对啊，当然伫人个世，人个战处内底无迄个 100% 啦，就讲无迄个绝对嘛，吼。人本来就是无迄个绝对性。总是智慧，敢毋是？就是讲你会当有迄个能力，通跳出你家己个位置来观看。就是讲你毋是拢一直咧一味伫遐咧讲我个确实对个，别人拢毋对啊。啊，其实心学个训练，甲一个程度，就是咧训练即款能力呢。咱咧讲神学吼，神学毋是咧讲，咱毋是咧讲，干咧描述咱的信仰啦，对。神学到一个程度，就是讲伊有反省的能力，互你有反省的能力。啊，你要安怎去了解迄个反省的能力吼？我最爱举一个例，就是像阮，就是你若去新兵中心吼，新兵中心吼，讲迄个十二礼拜中间，伊都有两个大的课程啦。第一个课程叫做单兵基本教练啦。对，教你理正扫细拖枪啦、啊，吼、哦，敬礼啦，等等，向左转向右转，这叫单兵基本教练。另外一个叫做单兵诶攻击教练吼、哦，单兵攻击教练，迄阵是讲咧在攻山头，对不对？在攻山头。啊，当然哦，这款单兵攻击教练吼、哦，伫咱台湾的教育班长的印出下面，也是讲伫迄个教科书的中间咧做一寡足奇怪的代志吼。啊，比如讲哦，我呢在还是咧做的时候就讲。前面单兵攻击前进前面发生发现毒气，请问单兵该如何处置？对吧？你敢知道要安怎处置？你要印象当时你做兵的时候，教你安怎处置？哎，我说你个仔，现在报告官长掉了。哇，伊跟你讲哦，要安怎呢？双脚夹枪，你枪袂使放落嘛吼，啊，讲卡夹嘞。啊，你爱变爱反方向过来嘛？你不能安尼嘛，对不？爱反方向过来，爱去，唔是退退啊？爱双手吼，对啊，双手爱大声，对啊，摇哦。毒气，毒气！报告班长，前面发现毒气，请赶快戴上防毒面具。哦，啊，通常你安尼化了，身体人已经差不多 out 住了。哎、欸，你发现毒气啊嘛，对不？啊！伊迄即款跟单兵攻击教练有一寡只奇奇怪怪的迄落物件吼，哎，啊，所以感觉讲，嘿，你若照伊即款方式落去
哎，教育机关黄学去见奸吼，还保死的啦吼。不管可不可以，不是他，但是他的他攻击教练里面就有一课就是这样子告诉你啊，对不对？跟你讲啊，讲你如果发现毒气的时候，单兵该如何处置？啊，就是第一动，就是讲你甲请业的，哇，登心过来，双手挥舞，毒气报告班长，前面发生毒气，请戴上防毒面具。嘿，阿哥讲，班长戴上防毒面具是你打进去的话，已经差不多翘起了嘛，对吧？啊！因为伊当获得勋章，哈哈啊，总是吼，有一样物件我就感觉吃起了，吼、哦，有一样物件哈，叫做什么？叫做构筑阵地，好、哦，构筑阵地了哈、哦。就是讲你爱去挖伞兵坑，那一点叫做挖伞兵坑嘛哈、哦。就是你啊，你要挖伞兵坑的时候，不是讲挖一坑地了尔哦。你爱做啥？爱做伪装，对不哈？爱做伪装，哎，好，你的位置隐秘嘛，对吧？啊、所以头前爱做伪装，啊，所以为伞兵坑威亮吼，爱做伪装，隆隆做好的时，下一栋等于什么？反观阵地，叫爱反观阵地，啊，反观阵地就是讲你爱走去倒位，走去你设想对敌人要进攻的方向，来看你家己所设的阵地是不是有够隐秘，哦，你得爱安那，爱跳出你家己的位置。跳出你家己的位置，用对手的角度来看你的这个阵，看你这个防御攻势嘛，对吧？哈，啊，这叫做反观阵地，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做翻线。哦，你徛伫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伞兵坑挖了，你拢甲秘伫遐吼，你永远唔知道你伞兵坑做了好阿歹。好、哦，做了有正确也无正确，是不是会当达到迄款防卫这款的？的功能，你永远唔知道，除非你就是安那，爱跳出来，跳出来，啊，唔是刚跳出来尔呢？跳出来，你若对唔对的角度来看，嘛无效呢？你就爱对什么？对敌的角度来看，你这个位，这个阵地到底是不是 OK， 对吧？吼，哦，是不是好？是不是达到防御的功能？啊，所以这叫做环线。新学的训练甲一个程度，就是咧做这个代志。吼、哦，咱为当时啊，咱拢徛伫家己的立场咧看这个代志对甲唔对，智慧也是愚公。哎、欸，甲一个程度吼，咱嘛是爱跳出来为敌讲啊，这到底这个立场，这个位置到底好啊歹？吼、哦，啊，这个位置到底是安那？是有意义啊，无意义？吼、哦，啊，伫这个立场到底是毋是会当帮助咱搁较清楚观看这个世界？哦，这就是什么？这叫做翻身，这就是新学训练的上该要紧的部分啦。新学训练不是讲去背这个圣经灾物的知识啦，不是讲背这个名词啦，吼、哦，不是这啦。上该要紧的就是哪，培养咱会当去常常翻身咱家己的信仰立场吼，还是讲常常在看咱翻身咱到底，咱对这个角度在看代志是不是好，吼、哦，是不是好，吼、哦。啊，无那无吼，这个智慧甲愚公啦，好甲歹啦，中间这个界线，那是每一边拢是要照每一个人无同款的立场来做判断。这世间也无什么共同的，吼、哦，共同的一个尊敬的可能性啦，吼、哦。好，那今天先到这啦，吼，咁要多少时间问题？啊，已经宣布了。哦。哦，今年是风台带来雷鸣，真好。哈哈哈！国国可是我今天听说有一些，就是说按有工作才有领的，他们就上个月就少了五天上班，薪水少快10000块。有的是安尼嘞，因为台风假。台风假，港迄个公司会使唔免付工资呢？跑业务的也是。无，不一定哦。个你工厂的嘛是会使公司唔免发钱给你哦。台风假会使唔免发钱给你哦。嘿。台风假是。
那不是讲无薪假？那是头家的权限啦。对啊。头家要发钱嘛会使，啊，伊不爱发钱嘛会使，伊不爱发迄天的工资嘛会使。我发半工。啊？我发半工。哦，你发半工哦，啊，你算正量。安尼吼，安尼大家公平啦吼。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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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的公司拢全无发啦。你像餐厅，差很多。啊，你像你若台风节的时阵，伊这迄个外送平台拢总袂使叮当嘛？嘿，拢总袂使叮当嘿。伊讲外送平台这边那边富邦打嘿吼，那台风节一个宣布拢袂使叮当嘞，伊迄个平台主动的关起来，关起来，好你袂当订餐啦，一个关起来。哇，老师，哦，去蹲菜买菜，我买菜，我足贵个。其实哦，风台那安尼哦，慢慢打抢啦，迄个食几工啊，食几工啊，烹调导游还是。哦，足侪人。拢停啊。这个真大哦，这个听讲真大哦。嗯。啊，这个较好，就是讲伊走较紧啦。这个走较紧嘿。这个走较紧啦嘿。来，咱做来感谢来结束咱今日的杂句。祝上帝感谢你，予阮伫遮会当做伙来讨论，也真自由，也无有甚物款的负担，也阮会当来讲出家己的经验、家己的看法，啊，予阮伫即款的自由的气氛的中间，啊，阮通过遮的分享，阮彼此来得到建立，也阮对圣经的话语有较侪的认识。主恩感谢你，也求主你继续锻炼我的查经班，让我伫这个查经的过程的中间，啊，我拢会当伫这中间来得到啊享受的时间，也当增加我对信仰的认识啊，好，建立我反省，伫我每一工的生活啊，信仰甲我的啊生命的关系啊，等等这些事的顶面，我的能力会当得到增加加添。祝我也在洪台啊，顶面要来。到伫台湾，恳求主你诶稳定来保守，互即个风台经过诶时阵啊，会当真所引起诶灾害会当降价非常非常诶低，也互阮会当平安来经过啊，即、這个大自然所带来即款破坏性诶溃烂，阮恳求主你用你诶稳定来固守台湾，也保守阮。伫这风台中间，人人拢会当得到你所想属的平安。求主你看顾我每一个人的脚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